爸。嗯？看一下爸爸。爸爸，我看一下爸爸，爸爸。那是这里啊，鱼在脸盆里呢。哎呀，鱼是我们的晚餐呀、啊。不是爸爸，它是一个身体了吧？什么身体啊？吃葱还有菜，不好吃啊葱。好吃的，我喜欢吃葱，爸爸。只有鱼才好吃啊。不好吃，因为。爸爸做酸菜鱼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你敢抓吗？敢不敢抓鱼啊？他常常向我的水想到天上去抓住他，他到天上去抓住他。爸爸，嗯，等我看完还会活着，他是天降之物。还活着吗？活着鱼不能吃、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鱼哦，他还活着。你别哭嘛，你看电视好吗？不要，我要放回去看它，不要拆。为什么不能拆呀、啊？因为它不是晚餐，它是鱼啊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起火的。哎呀，那我不杀我们吃什么晚上？爸爸买的鱼就是给我们当晚餐的呀。不是啊，不是它，但是鱼。吃了它还要鳍干嘛用啊？可是它是鱼啊，鱼明明是身体，它尾巴可以帮助它游的，它手也可以帮助它游的，都能帮助它游的，尾巴也可以啊。那我们当晚餐呀？当晚餐它还会动的呀，爸爸。那我爸爸妈杀了就不会动了呀。可是杀了不能动的呀，爸爸就怎么放回去，爸爸？哎呀！这里干嘛？我要这里养。那给你养好不好？爸爸，你给你养好不好？那你去养吧。你会不会养？啊？我们看它动。爸爸，把这水放到这里吧，它会复活的，爸爸。哎，那我们的晚餐呢，宝贝？明天晚上不吃饭了，爸爸。这就是我们的晚餐呀。可是它不是晚餐，它是鱼呀。鱼就是给我们吃的呀。可是鱼嘴巴不给人吃的，可是它就是身体呀，身体里面还有肉不能吃的。可是我们的肉是冻的呀，它的肉是冻的，这样子还熟。尾巴。像你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小鱼很可爱，所以要看看它。